怎么说呢？咱们女车主的话，一定不能，穿高跟鞋开车啊，一定不能穿高跟鞋开车。看一下啊，咱们的一个这个，对，这个地垫也是羊绒的，羊绒地垫，全车的地垫都是羊绒，包括后备箱的地垫也是羊绒的，家人们。所以咱们怎么说，中贵的一个揽胜车主用的地垫跟普通车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包括咱们的揽运也是用一个羊绒地垫的啊，家人们。所以就是踩上去亲测不扎脚啊，亲测不扎脚。嗯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大家没点关注，可以左上角把小关注点一点啊，小关注点一点，家人们。咱们每天上午跟下午都会有直播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啊，左上角这个红心小关注一定要点一下啊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麻薯，对，是的，主播是麻薯啊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。什么厚？座椅啊，座椅比较厚。对，比较厚实啊，坐上去的触感不是触感，坐上去的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棒的，非常 so this 呢，非常 so good 呢。主播日语课堂要开课了，非常 so good 呢，家人们是不是？咱们这个日语就说就是说的还是就是乌漆嘛黑差不多吧，乌漆嘛黑差不多。嗯，麻薯好吃吗？我觉得这个 QQ 弹弹的小麻薯还是比较好吃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欢迎大家！新迈3.0订车多久能到啊？新迈的话，咱们展厅有一款咱们的这个现车，新迈珍藏版本啊，珍藏版本，差不多落地价格是62到63，官方指导价是63.8个 W 左右的一个价格啊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！老板，如果你想过来看车的话，可以直接来这个展厅看看车啊，咱们在常熟永达捷豹路 4S店，在常熟汽车市场里面，欢迎大家来看车啊，找主播看车。